叫彤彤，大家也叫我彤宝啊。看护人称超萌小彤宝啊。耶！曲寒亭买面包，小彤宝蹦蹦跳跳到面包房。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呀？很抱歉，没有那么多。这样啊，小彤宝垂头丧气的走。第二天，小彤宝蹦跳跳到面包房。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呀？对不起，还是没有啊。这样啊，小彤宝又垂头丧气的走。第三天，小彤宝蹦跳跳到面包房。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呀？有啦有啦，今天有100个小面包了。